与德行。 天台山是中华和合文化的主要生发地，天台山更是世界和美智慧的重要辐射源。这种贵和善终、善解能容、厚德载物、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，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 文化理念。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和而不同，求同存异，合作共赢，和合共生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智慧光芒，注定会成为人类发展历史中照见未来的共识。 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。聚天台，和而不同，和衷共济。论和和，美美与共，命运一体。 和合文化全球论坛。